你在干什么？看车车。看车车啊。嗯。好看吗？天亮了。天亮了呀？那还不天亮啊？你可以回去没有？不回。不回呀？那你要在这里住吗？你跟我住吗？那我要回去的不？哼。哈？那你还没住够啊？嗯。住完了好多天了不？我不跟你们玩了。想在这里住，在这里住要钱啦，知道吗？等你长大了，你自己赚到钱了，你再出来玩啊。不要。等你长大了，要努力赚钱不？我才不。那你不努力赚钱，带妈妈来这里玩呐、啊？又不能让你过年。那你想做什么时候？还要住多少天？好多。好多天是多少天？这么多啊！要好多钱的啦。嗯，不回来了。嗯，那好吧，还住一个晚上啊。不要。等下我们去玩了，你去吗？你好，是不是要给你？啊，那在这里住吧。哇，你看外面的景，好漂亮哦！我在那里一个鸟鸟，你看。哇，那里有个鸟鸟啊！飞在一个桥下面，然后从这边飞到那个桥下面。哦哦，下面那里有鸟鸟。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昨天我就看见了。哇，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在那里飞哦。两只。两只啊，好多只。两只。下面还有个这么大的这个河哦，还有大大的桥。嗯，昨天它就不亮光光，昨天它晚上才亮光光，白天就不亮了。今天出太阳了不？晚上就不亮，昨天又不亮。啊亮啊！昨天不亮，昨天不亮了。哦，奇怪了。奇怪了呀。等一下我们去玩了，你去吗？不要，我刚在这里住呀，你老是骗人。住啊，那住夜等一下我们去玩玩，晚上回来又在这里住啊。不要，你是骗人。去吗？骗人。不骗的。骗。等一下我们去阿科叔那个婶婶家去玩啊。不去。小优姑他们也去不？哇，那里有个亭，下面有个亭哦，好漂亮哦。在哪里？你往妈妈这边来看。哇，那边还有一座桥，看到没？那边，那里呀、啊？还哪里？哇，那里还有一座桥。不是亭屋，是一个亭，一个小亭。小亭。嗯。在哪里？在下面，你没看到吗？没看。等下我们换衣服就准备过去了吧？啊！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去婶婶娘家。我看见小房房。小房房，杨婶婶的爸爸妈妈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不？啊，嗯，去他家，嗯，去他家吃饭，吃饭嘛。这个大笨蛋，慢点吗？我今天出太阳，雪都融化喽啊！咦、哎，你看。我又在跟小奥特曼，我也要变成了。在哪里变成奥特曼？帽子，帽子啊，戴起来啊！变成奥特曼，用扣子来，用扣子。不扣得了呀！你不要扒他，不理他。嗯，我就穿这个外套，我也要变成奥特曼。啊，对对对，奥特曼嘛。要变成奥特曼。啊，对对对。等会我们去玩了吧啊，好不好？去玩了吧啊！两个生气包，我们走去玩了。啊，我们去玩喽！啊，差点就去玩了。哎呀，差点香香，快点的不？大部队要准备出发了不？下楼了不？出脚出发，出脚出发。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要出发了，说出脚。
不是，他肯定他太高兴了，阿哥阿哥，我感觉他太高兴了哦。肯定喽，用说喽。人逢喜事，精神爽。喜事精神爽。不要走了。嗯，走呗。你们两个走呗。他们不走，我们自己走了。我们都来玩，我们也高兴哦。啊。我在玩，我也高兴啊。肯定的，用说嘛。这边。走，我走进来，我这里转来转去都找不到我的房间。你和阿姑难搞。拿房卡没有？拿那么傻啦？那是蛮冷的。走，我们下去啊。那是人家要穿这个衣服。你们把我拿回身来的。完了，来来来，走了。进搬家，吃饭。我们北大圈子还有东西。哎，走。这个山庄好漂亮哦！关键是 这松树好，我们那里没有松树了，很少松树了，这沙树哪有那么大棵的沙树？好漂亮！就是今天出太阳了，不下不下雪。办了不？啊！哎呦，你还好看吗？你都放到前面怎么播嘛？二嫂四成的，嗯，搞这个两盆回去，我们再放。你自己拿回去哦，你喝懵了，你不要找我哦。人家这里是有好事叫你来吃饭的，你别喝懵了不？至少不喝了，我不喝懵了。对，阿姑准备红包啊啊！那肯定不用说，你就这个。嗯，红包是有的，不是大是小。婚期定下来了不？你要淡定一点不？阿姑，要不你在这里住，我们回去先。我不要，我也想回去。就你在这里住啊。我不想，我觉得我不想自己看雪，又可以吃鸡。这边来来酒吧。哦。你叫什么？贵州的酒好，这里啊。贵州的好。饮料啊？哎，你那个终于定下来了，终于成的。很今天是正月23号。这里可以看雪。他也可以接触一下，看一下贵州的雪。我嫂子不在，就叫我们吃饭去了，在你方家的山庄吃饭。过来，等一下看我们吃，你都不吃。耶！我头发比较长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二嫂子，你睡不睡啊？谁不想啊？哎呦，真的是。你想得到吗？你想得到吗？你想得到？你想到二嫂子吗？打二嫂吃盐比你吃盐多，打不了了。我管那么多，我有那个卡的话，我知道了。你打不了了，二嫂子打不了。他讲起你们还要小心的哟。我也是这种。嗯。那也是，你们还要小气。一亏。反正先把阿龟犯罪先，就打起了你。你阿龟关门了就回去了，打起犯罪先。是哦，你犯罪就打起了，什么都说出来了，什么秘密都没有。你看，这两个哦，哪个挂在我？阿哥，快点来挂在我，我什么秘密都告诉你，有多少钱？半个儿子的吗？贵州假，贵州茅台哦，那不是啊，我也是好了不？事业单一，嗯，那个小舅子都不靠的你。那他不应该嘛？你不要我，我不是你，我是你干的不对。这个是黄黄的了。贵州的，是呗？特别热情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。我们也吃饱了，我看一下。真的的。就。哎呦，不要了，不好意思。二嫂，把那个外国进口的，我敢不吃。真的，我这个三斤甜，我听过我了。啊，进口的不？进口的，进口的，真的没骗你。婚期已经定下来了，妥妥的。今天都发了，前天连夜都发了。就是二哥过生日的。啊，对呀。对，那他们家人特别的热情，特别和谐。我们吃的是这样，本来就放好些。哎呀，我们吃饱了。去外面转一下，我这里哪有哪有哪有。跟他们聊事，我们就出去玩一下，去逛一下。吃饱饭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，视野抬头了，走喽。